家好，欢迎嚟到 My My Channel 频道。今日睇樱花，唔使飞去日本，沙田石门可以睇啦。跟住再去大埔海滨公园睇。我哋喺石门站落车 C 出口，出口位置附近有好多食肆餐厅。依饱肚慢慢睇樱花。沿住安礼街直行，向住滨景花园方向行，见到安景街公园，步行八分钟就到啦。喺门口已经见到唔同种类嘅花卉，见到呢只白黄色嘅花都几靓喎。但系又唔知咩名字，如果你哋知道嘅话，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啊！行行下就见到樱花为主图啦。见到樱花嘅踪影啦。唉，去到先知道原来是花期的尾段。专登搭车过来梗是几大都不走啦。尽量拍多些片拍多些照片。呢只草又几特别喎，嗰日去呢是星期六嚟嘅，又唔係太多人。
终于见到较为似样少少嘅樱花啦！见到咁大朵樱花，咁就系梗系近镜影多啲樱花俾大家睇下啦。跟住再入大埔睇樱花，由于公园范围真系好大，mark低咗樱花位置方便大家去睇。大埔依边有几棵樱花，真系似样好多。
另一边近大发街，真系树枝多过花。真系下次去之前，要上康文署个网页，佢有开花情报，应该都有啲帮助嘅。大家如果中意我呢个频道，请记得订阅、赞好、留言、分享啦，拜拜。